阿信，你们有没有怎样？下次小心一点。哎，对了，球可以借我一下吗？啊，好，没问题。待会还给你。啊，好。我想你了解我的生活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希望我们能够融入彼此的生活。我愿意啊。今天要像我一样委婉，然后待会是从脚蹬上来之后，然后到身体核心传达到手之后，然后。我出去 ，OK 啊，准备了，一、二、三，差一点点，回去捡。动作要调整一下，再顺畅一点，一、Go。你交上到了吗？没事没事。是没有肿起来，但我去帮你买冰块冰敷一下。哎，不用了，我真的没事。你坐吧。你不也希望我能够多了解你？真的没事吗？兰达，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，也没有谈过恋爱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很无聊？怎么会呢？你是一个很棒的人，只要你热爱的事情，都会全心全意的投入，而且绝不轻易放弃。第一次有人这样夸奖我。我是说真的，跟你在一起的女生一定会很幸福，因为你很专情啊，而且你也一定会全心全意的对她好。我好像讲太多了哦。安达，我只想对你好，就像对篮球一样，三十多年都没有改变过。你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我这样告白是不是太无聊了？谢老师，你有听到吗？听到什么？你在我心里唰的一声，我喜欢你。晚间八点 ，TVBS 42台《机智校园生活》，Go Away！